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骏景园分行的 Cherry， 今日介绍大家睇嘅系骏景园十座 F 室东南大三房套，我哋一起睇下。这个单位使用面积974尺，原积为三房一套加工人套房的设计，客饭厅则为大钻石型，但现在业主把钻石厅改为直厅，家具更容易摆位。这种间隔客饭厅就够晒阔落，招呼朋友一流，而且多了一个储物室，大大增加单位内的收纳空间。厨房名牌炉具设备齐全，空间宽敞，啱晒喜欢煮嘢食嘅朋友仔。行入少少睇下睡房区啊，两间细房都市正实用，设有多组入场柜，而且好开扬光猛。再望下个主人套房啊，整个房间都设有多组大型入场柜，收纳空间是很足够的。睡床是 king size， 但仍然能够做到三边落床，还有很多空间走动。主人房的套设干洁实用，而且设有浴缸，啱晒喜欢浸浴的朋友。客厕是企缸设计，方便清洗。工人套房就把原本门口由厨房进入改为门口由走廊进入，令到工人房的家具更加好摆位，大大增加个实用空间。骏景园近港铁站，楼下有商场、餐厅及超市，应有尽有，亦有不同的学习中心给小朋友发展所长。屋苑会所设施都是应有尽有，除了一般的设施之外，亦设有会所餐厅、室内外泳池，还有网球场，还有比运动场还要大的平台花园，户外空间非常之多。今天介绍的单位间隔实用，内拢方正宽敞，装修时尚清新，好温馨，一入门感觉到好有家的感觉。业主五年前全屋装修，花费过百万，可谓性价比高。如果大家想看真盘看现楼的话，欢迎你随时联络我。我是骏景园分行的 Cherry， 下次见，拜拜。